么蜜桃，应该跟他选的一样。二三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什么？吐回去。好咸哦！哦，咸水。嗯哼，盐巴水，盐巴水应该是。电话开始多，从不对我说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。三，等，秒，两秒。那时候你们怎么不会？一秒钟，请两单。哎呦，现在写不出来吗？好的，说好不哭，说好了，好不好？说好了。哎，不哭，哎，厉害哦！你要哭啦！现在你们读对，啊，那两队读错，好嘞，两位来，又哪来一杯？不能闻了，以后再不喝哦。闻到酸酸的。哎呦，酸可乐啦！一口，醋吗？醋吗？不是啊。什么？柠檬汁，很像。酸吗？酸酸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应该是果醋类的东西。醋啦，我很怕酸，所以乌醋，吃醋了啦。好，拿起来就喝了。这感觉是什么蜜桃？应该跟他选的一样。二三，怎么样？什么？吐回去。咸哦，咸水，盐巴水，盐巴水应该是海水。Oh my god， 那个是帮你那个趋吉避凶的。哦，这明天会水肿，盐巴水辟邪啦，辟邪。OK， 说好不哭了。